中秋连续假期，除了吃粿饼、赏月亮，也可以当来欣赏真古锥的鸟禽哦。这是草屯镇的北投国小师生人数进行的食农教育种植外课程当中，人数搭配的稻田采月活动。其实种出了30多倍大的熊猫超人，最近的动物已经越来越明显了。今仔日100多位师生伫布稻啊了后，做一次落田去施肥，也当近距离观察到鸟禽的成长，和学生囡仔是拢相当欢喜，也越来越介意参与这种种稻啊体验课程。100多位的师生欢喜来前往稻啊田，放下脚了后，准备要来养肥，让稻啊会使更加健康来生长。尤其所种的猫熊超人，同样已经真明显，学生会使近距离来观察，拢感觉真趣味。很有趣，因为让我们有觉得有安全感。为什么安全感？因为他是超人。他上次是只有一个猫熊图案，现在是有猫熊，是猫熊超人，而且那上面还有一个我爱北投的标号。将热心来协助进行空中摄影之下，将学生种稻的成果记录来。这第二代猫熊是用用七色所拣选，乌色甲白色无同款稻的品种来栽种，搭配边的墙面，搭成来设计成有故事性的稻田彩绘。下去田里面修正了3次，因为一个人在上面拿着土在对照，然后其实所有的学生跟老师哈，就听上面那个人的指挥，哦，左边一点，右边一点哈，然后其实这样的过程哦。当然，身体上面是非常的疲累，可是心情上面是非常的轻松有趣的。配合两间单位鼓励大家加食米，加上草屯镇有真侪种稻的农民，西北大国小这几年嘛真用心来推动学生种稻体验的活动。自去年开始来加入稻田彩绘了后，和教学是更加活泼。去年的主题是幸福，营养这一个脸谱，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，小朋友觉得非常有趣。然后我们现在又搭配了。这个围墙的彩绘，让整个社区啦、校园的活动非常的活泼，然后也让小朋友从这个环境中去体验我们在地生活的文化。好好表示，最近是冬阳上好看的时阵，旧年11月底挂稻啊进前，了一个月会使来看到猫熊超人的风采，欢迎民众到店来分享学生在进行个。记者林欣采报道。